我甲我妈妈实在工作才足久的，当年伊伫阮厝斗相共，嘛甲我妈妈照顾了真好，所以阮大家一直真感谢伊。<笑>是啦，我即马身体遮尼健康吼，恁妈有真大的功劳。哦，我有听我妈讲过，伊后来做教护员是因为伊进前有照顾一个足好的阿嬷，啊学着相关的技术才去考执照，原来迄个阿嬷。 就是高总裁的妈妈，若不是恁当年给阮妈一个工作的机会，我甲阮兄妹有可能就会枵死啊！是爱我甲高总裁哦，多谢才对啦。多谢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若是知影讲阮爸爸是恁两个兄妹的恩人，你就袂指控我甲安迪下药啊？家人，是周安迪甲阮求救。 阮才会出手斗相共的。安尼听起来，恁就是听安迪的片面之词，恁就家己做出判断。甚至沈子维，你阁偷偷想要甲安迪劫走，恁这少年人做代志哪会这么冲动啊？确实，这个代志我会感谢高小姐。重点是啊，艾伦伊这样有北肠。 结果，宋华着恁兄妹啊，无证无据，着来指控，讲伊对安迪下药啊。恁安尼，阮从受无，这敢是做人处事该当有的道理啊。高总裁，我毋是空嘴无知，阮是有合理的理由怀疑高爱伦。蔡小川，事实拢已证明啊，你搁要冤枉我？ 不过后来啊，人情不情，拢证明艾伦是清白的。我有带着恁妈妈，甲阮哥甲过去的交情，我嘛无希望好缘变作恶缘，所以今仔才叫恁两个过来。只要恁两个即马当面甲艾伦解释的，这件代志就当作归拢过去，阮嘛袂继续追究。对啦，伊这代志啊，若要处理起来，会用简单，也会用复杂。 阿伦的名誉还是无咯，阿伦只是要求一个你个回事的尔嘛，对不？本来也一个伙啊，拢真善良的啊。高总裁，假使以后若是真正有法度会使证明是高小姐无做遐个代志，那了我高文兄妹绝对会回事的，啊，不过，不是即马。 陈子维，好，你做拢已经讲啊，药我是林美妍摕给伊的，黄玉生嘛讲，是林美妍摕药我回家，你是安怎硬要把一个事送到我的身上啊？啊，我知啊，你是为着你董宇要报复我是无？高艾伦，请你就事论事，唔免超过伊讲伊董宇一边去。即马周安迪是你的翁婿。 我若是你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赶紧查出谁做林美妍要伤害我的翁婿，不是伫咧遮废话一大堆，就搁要摕家己讨公道。你即马是怀疑我对安迪的感情是无？你是好阿伯。放手！伊才是真正好阿伯。甲阿伦扳开。你要搞错对是无？好啊，你若是今日无甲我回信的，咱就反应去。 高小姐，我怀疑金爸甲你回事嘞，我希望你袂甲伊回事嘞。杨姐，这是恁阿爸出来底代志，轮不到你插嘴。阿妈、爸、阿伯，安尼代志我拢知影，我是认为啦。 咱苏底下甲这两个囡仔，直接叫来遮，硬要因回事嘞，真正是有失公道。即马代志了被查清楚，总共代志了真正查清楚了，证明讲艾伦是被我指挥一个小孙伊两个玩弄的。到时阵，我一定会带因两个来遮回事。麦希望讲今日代志到这为止。小孙，对，行。你是妈的母亲，我真正看无嘞。
人拢咧讲手骨骨裂不骨出呢？你到底是高价人，还是单价人？你若是无法度，我一个合理的交代，安尼两个兄妹啊，无可能互你带走。金木先生，这件代志跟你无关系，我跟阮小妹处理就好啊，阮真正不要紧。是啊，我很真感谢你，啊，不过你唔通为着要维护阮，甲厝内底人拍歹感情。五囡仔，我哪有可能甲恁爸妈唔管？前面你就知。阿伯，既然你安尼问，归去啊！我甲代志出一解讲讲诶。杨姐，杨姐，你咧唔正叫你啊？哎，什么事情？爸，恁阿伯对你稳重如山哦，你煞为着外人，安尼反驳伊，我今日拍你一棍哦，是爱你会记你家己身份。爱给你感恩，爱给你，那无奈没无过，无高价。青木杨姐，你都什么拢唔是啊？嗯。杨姐，来，我才有想要讲啥，要不今晚不是时阵，小林大姐。哎呦，孟德来。啊，怎么了，小川？啊，你王兆宝哈？哎，高总裁刚有对恁讲啥？哎呀，过高艾伦啦，无讲要告你吼。无啦，青木先生走来，然后挡在我的头前。青木先生，伊对高总裁还佮高小姐，甲话讲得真清楚，而且每一句拢真有道理，我因无话通讲。然后，伊就从阮转来。我弟的，我哪有可能让伊两个受委屈啦？无代志啊！丽萍姐，那小看行行啊？干母，你看唔到伊啊？秦牧先生，伊为着要维护我甲哥，我因丢人拍。什么？你去让人拍，佫讲无代志？哦，我讲陈小春啊。啊！你不是看我吗？我即马搁做尿白啊呢，无简单，想要来恁妈面头前瞪一下，你还随搞闹开你啊？瞪什么瞪啦？紧坐来啦，我去摕冰夹帮你冰敷啦。免啦，秘书那帮啊定的，我讲我只含你。叫你坐就坐。哦，金木先生，你即马算是到你要阮当家的地盘，伫阮当家，阮妈上大，伊的话哦，就是圣旨。我来摕冰夹。啊，其实啊，你莫讲咧，这间厝内啦，不管吼咧倒位，我都嘛爱听你妈的。爸，小春，你他叫我啥？我爸，不是安尼啦，我不是真正，不是真甲你当作阮爸，是拄则你伫咧高价安尼维护我甲阮哥，你佫甲阮爸说作一模一样，我就伫咧想，假使讲你若真正是阮爸，你一定嘛会参像拄则安尼保护阮，啊受伤了后转来佮阮妈妈。我佫会记咱细汉的时阵。咱伫外口去予人欺负，啊！不过因为阮惊妈会烦恼，所以无甲讲。咱就敢若会使互相斗相共。迄头阵哦，你就一直讲，希望有爸爸伫咧身躯边，安尼就毋惊其他的人来甲咱欺负啊。敢讲你无感觉？今仔日是咱兄妹头一摆，毋免甲委屈要腹内吞，就有人挡伫阮的面头前，甲咱护条条。那是确实是我头一次伫咧予人欺负的时阵，无感觉着委屈。
拄只青木先生为着要维护我甲哥，甲人理论，佮为着要保护阮，互人拍，真正才像爸爸共款。安尼你叫我爸。爸，哎呀，乖乖乖，坐坐坐。哥，你是在后边叫啥？哦，你偷偷目叫啊！我迄是叫唔对，无准算啊！哎，陈老师，你即摆不要讲叫唔对，我真正要生气啊！今日你定爱叫我爸爸，我才甘愿。啊，不过你也唔是我真正爸爸。你哪会知？啊，我呢啦，咱有提供爸做决定啦。我提供我爸吼，讲咱是唔是爸仔囝？你安怎问提供爸？啊，猜拳呐、啊！总讲我若赢哦，提供爸就讲咱两个吼。有爸仔囝的，你就叫我爸爸。哎，袂用的啦。哦，所以你意思是讲，若是我赢，就无咯。你赢就提供爸讲吼，爸爸唔通甲查某囝计较，爱让你。哪有人安尼啦？拢你咧讲，我袂算。啊，无你赢，凊彩哩，安尼好不？咁正式嘞。啊？好。好，来哦。嗯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不准算，三战两胜。好啊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赢哈、哦，来，给我爸爸。龙吟啊。我哪有可能甲恁爸蛮管啊？多谢你，爸。青木先生，妈。啊！恁哪会敢那亲像囡仔头一届喊爸妈妈同款啊？我都真正真正头一届听到。我要先来去换衫。我嘛先来洗身躯啊！啊，若无小翠骂我讲我甲伊怎会行啊？哎呦，你有听到无？小春，小春叫我爸爸呢。我有听到。你拄离开我的时阵，子华还阁细汉，小春还不出世，这是因头一次喊恁爸爸。哎呀，无你讲，你子华甲我叫爸爸叫几啊遍啦，还要用怪的才怪到小春叫我爸爸呢。不然，等我回来了，我逐天哦爱两个叫一百遍爸爸，我才甘愿。几岁啊？你讲甲两个囡仔安尼计较？啊！你自细汉你就听因叫你妈妈，你唔知我即摆我的心情我偌欢喜个。然后听到小春叫我爸爸，袂顺啊，影就全世界同款个。我嘛感觉哦，你已经准备好要转来，要做一个公爸爸。哪公爸爸？改做疼某的公翁。我要甲咱失去28年幸福。全部拢补当诶，妹妹，爸，杨姐，你今仔日爸拍诶素材还阁会听无？听是应该。杨姐，快坐。杨姐，奈美是哪搞哪要求我？一心想要完成你诶愿望。所以我们才答应你两个人。啊，不过你今仔日去高价，犯了这么大错误，我今嘛是无可能答应你两个人啊。